重修前几天看到一个红月亮的天象，这有什么说法吗？啊？重修看到月亮是红色的，红月亮的天象有什么说法吗？很好啊，很好啊。反正有喜有悲吧，悲就是可能会地震，最近查一查有没有地震就知道了。啊，喜嘛就是太阳当头照的时候，人最好早上多做事，晚上少做事。晚上做事会不顺利，白天做事会比较顺利一点。哦，明白了。嗯，感恩师傅。